好，我们也先请二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 Mark 非凡时刻，我们的这个系列这个智能工艺腕表，在正式的发表的同时，能够让二位一起联袂的现身，不只是送了这个签名的表盒之外，也希望呢从明天开始连续三天，我们从右边开始看起哦，连续三天的快闪体验，我们在待会儿呢也会跟各位来分享这次有准备不同的活动，等着让我们消费者朋友们来参加。请二位看看我们的正中间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正中间哦。好，中间再来一下下，接下来好吗？好，我们也请二位看看左手边、左前方、左前方所有的摄影的大哥大姐们，今天来到现场，为的就是希望能够看看，哇，我们赛车手身份的邱泽今天的现身。店的左手边也有全系列的产品，我们的产品线可以让各位能够近距离的端详，到时候也麻烦各位能够近距离的来鉴赏。好，我们中间再一下下之后，我们也要听听看邱泽在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，有什么话要跟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来分享，好吗？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泽，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参加非凡时刻 Garmin Mark Driver 赛车手系列表的新品发表活动。谢谢发表的活动哦，在今天这么样的难得特别的一天，先要问问看，一个小时左右之前，你刚刚有尖叫吗？尖叫地震的时候啊，刚刚有感觉到地震吗？我刚好在车上，刚好在车上，你没有感觉哦。刚刚信义区一片的，但是我刚才有感觉到我的心跳加快，加快，对不对？对，用那个手表回看的时候，回看的时候觉得哦，原来发生了这样子一件事。对，没有办法，舟车劳顿。其实现场的朋友们也是一样，很多媒体朋友在这边，待会我们的这个发表会之后，也要去拍那个松仁路的沥青哈，因为听说那个地面好像有点状况。真的、哦？没有啦，刚刚那只是沥青掉在地上，很多人以为这马路裂开来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待会我们先把这边的这个新品发表好好的介绍。对，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手上有一只智慧表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前面的紧张啊，或者是你的身体情况啊，或者是这些等等的，它其实都会有记录。这倒是真的，所以。